大家好，我是吴秋风。今天真是奇怪的一天，跟天使雨一起来玩奇怪的地图。Hello， 嘿，哎，怎么又是你？一副嫌弃脸有没有啊？怎么又是你？怎么又是你？这个有要调整，调为和平，调为生存，帮你按按钮，以调为。生存模式，以条，刚刚那个条是不是写错字了？对啊，故意的吗？有那个啦，规则哦，好多哦，那同样的东西吧？对，太多了吧？请勿作弊，回置砖、浮雕石砖、放置钥匙的地方，请调和平生存模式，有按钮可以调，声音最好是100%，好好享受地图 ，OK 的啦。好，放回去。嗯，他调这么大声啊？我就听得到就好了。奇怪的一天，他不会有忽然的音效要吓你吧？应该不会吧？只有我会突然这样而已啦。哎，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要开始喽。好，开始游戏。哇、wow, 一起存、哦、一起存棒好好哦哎、欸、这张地图好像有一点品质哦外面已经黑成这样了早点睡吧哎、欸、外面黑黑的、欸、我的头上有窗户哇在下雨、欸、有箱子不要挤我点不到我点到啦、啊、我偷藏的小点心你的小点心呢水了你的小点心拿去吃剧情一藏是书哎、欸好累哦啊！今天该睡觉了，就这样一句话。哎，按按钮睡觉喽。简洁有力。两个人一起睡。哎、哦欸，睡完就变了、欸。场景变了。我看到，哎、欸，我拿到爸妈房间的钥匙了。你在哪里拿的？下面这边。你从我这边蹲下，有个洞，看进去。哦，是哦，这么早就拿到了、哦。我想说，你连剧情二都不念，怎么了？我怎么到爸妈房间了？感觉房间怪怪的，不管了，先睡觉吧。但要先找到钥匙。哎，你找到了。哎，我又拿到一根网路线了。哦。哎呦，靠腰啊！这个是在演什么？还可以再按吗？不行了。然后拿到网路线了，在这边。网路线？嗯。网路线要干嘛？那这个来没有说，丢给你。那这个转一转，按按钮。完全没有反应。对啊，我在这里面拿到爸爸的衣服，哦、这应该是妈妈的衣服。所以我要穿妈妈的衣服，我穿爸爸的衣服。为什么你穿起来比较好看？我穿起来好可怕，我不开心。哎、欸，爸爸的钥匙，房间钥匙，谢谢。回至砖上，走。哎、欸，又走到下一个了。爸妈的房间，我们出来了。这里有点暗。剧情三有剧情三，我念一下。好哦。总算出来了，但我房间打不开，先去客厅好了。你的房间在哪里？嗯，我的房间在哪？我要先去厕所。你要先去厕所，你尿急哦，尿急，我还泡个水，有点热。这里有按钮哎、欸，哦，我又拿到，你又拿到什么了？成就的东西了。你去哪里拿的？你游上去，游到最上面会有个箱子，这么然后我拿到妈妈私藏的蝴蝶兰沐浴乳，哎、欸，水都没了，因为按按钮就没有水了。哦、oh, ，一定要按的，丢给你，哦，丢给你，好，好，前面蝴蝶兰沐浴乳哦，嗯，什么东西啦，有丝绸之处效果哎，啊，我们走，这是我的房间，我房间进不去，而且这里好暗，好黑哦，对啊，有没有灯？没不知道哎，这里看一下啊，有了，我找到灯了，对，客厅的灯这里。那、啊、都打开好了，都打开，哦，不然按猫猫，有够，哎，就说要换灯泡了吗、嗯？好啦，就当我没说。什么东西啊？哎、欸，这里有火焰弹，53个，
哦，这个是那个啦，瓦斯炉。哦，哇，太聪明了吧！瓦斯炉，牛。哎，喷牛肉嘞。对啊，它会喷牛肉和皮革。啊、哦，好爽哦！瓦斯炉，那我们多烧一点。怎么这么爽？我们应该要做事了，不要再玩了，不要再玩了。哎、欸，我又拿到电视遥控器了。你在哪里拿到的？哦，头上在这里。哦，往上看。那你对这件事遥控一下啊。它好像没有反应。没有，电视遥控放哪里？没有讲。哎、欸，电视遥控器。嗯、啊，他写无限。哎，我钻到电视里面了。啊，我也钻进来了。那要继续往前吗？什么都看不到、欸，哎、啊，好暗哦、喔，超暗。哎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哦、啊，我们开启电视了。哎、欸，好像启动什么东西了。哎、欸，这有什么开了？哎、欸，是我房间开了吗？没有啊，我房间也没有开啊。厕所嘞？那我在客厅搜寻一下。哎、欸，发生什么事哦？啊，我找到剧情师跟大门钥匙了。客厅，客厅，客厅，这里，这边，这边。哦，这里开启了是不是？刚刚没开启。对对 对, 對。剧情室，你念一下啊。好。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幻觉开始觉得有点昏昏的，想出门透透气，不过要先找到大门钥匙啊，他就放在旁边啊。放啊。哦、失明。持续恶心，持续恶心，怎么了？头好昏哦，好昏哦，在外面了哎、欸。剧情五，我们人到外面了，怎么外面变成一座森林？嗯、家也变得破旧几桌，门也打不开，四处看看吧。哎、欸、哎、欸，这可以爬上去吗？不能爬到顶哎、欸，可以吗？不行，不行，不行，好像没有路可以爬到顶。哎呦哎呦哎呦，这个场景忽然变大了，让我有点惊讶。哎呦哎呦哎呦，这是我家哦。好、啊，下雨，下雨天，看一下要走哪里，变成森林了，那应该是沿着马路走吧？走大路。对啊，英雄不走小路。前面有一个箱子。好好好，我来。剧情六嘞。可见没有错。好快啊、哦！前面看起来有点恶心。前面有个山洞，要去看看吗？看起来超可怕的。黑曜石做的而已嘛，地上有一些红石血迹。哎、欸，要找钥匙，又要找钥匙哦。剧情七，好快啊！好快哦！前面的门被锁住了，先找找钥匙去看看吧。好像锁住了，先去另外一边。有什么吗？这里？嗯，有箱子。又有箱子。空的。又恶心失明了，被关起来了。怎么了？眼前一片黑，这里是哪里？而且好像有门被打开了。好恶心哦。好久哦。不是吧？这里、啊。哦，头上有箱子啊。牢房钥匙，牢房钥匙，好，我拿起来了。哎咻，牢房钥匙，哎、欸，这么容易就逃狱成功哦，好方便。上下两个都没有东西、欸，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牢房大门，哎、欸，那我们还有钥匙吗？没有。那我们被困在这了吗？嗯，走走看。嗯？哎、欸？哎、欸？哎、欸？怎么办？传说中的 bug 吗？不会吧？会不会是只是我们没有找到？根本就……哦，我点到了，我点到了，我点到了。你点到什么东西？我拿到大门钥匙。你怎么点到的？你在点到什么？不是就只有两个箱子？你点到什么？你点到什么？它箱子后面
还有一个箱子，就是不是有上下两个吗？对啊，下面的那个箱子，后面还有个箱子，下面的后面，对，那怎么点得到？我点到了，在这里。好扯哦！好了，算了，我不想点了。下面的后面，那什么鬼啊？好扯哦！有更多的血晶，空的又空的。这个就是我们进来的地方啊。哦。对啊，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了。酷哦。那现在嘞，走这边，这边门开了，刚刚没开的。前面有箱子，说不定有钥匙，要不要打开？能不开吗？欸，我找到一颗皮球，欸。你在哪里？我在刚刚你这里啊，这边啊，这个箱子的下面还有个箱子啊。是哦。现在都玩这一招了就对了。现在都玩这一招了。欸，那你就拿着吧，那我要开箱咯。好，那我也要看一下这下面有没有箱子。很爱玩这一招，有没有？真的有吗？没有没有没有。欸，山洞里的钥匙花了，我听到幽灵的哭声。真的好了，可以开了。控制杆杆来。欸，干嘛啦？我拿控制杆杆戳了你。走啦走啦。那山洞怎么那么大啊？对啊，主要场景都在这。嗯，我们一直走一直走，前面有一个按钮，这么长，不过会有一个压力板。哎，有一个按钮，没门，要按吗？哎，等一下，上面看起来很可怕。你抬头，看起来。对啊，可能要死在这咯。你保重哦。没关系，我们会一起死。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 ！Ending， 原来是一场噩梦。我似乎听到了什么炸弹，被炸过来了。感谢你的游玩，以后我还会继续做这样的地图。如果喜欢，分享你的好友一起玩，来成就区。哎，有剧情吧？哎，有剧情吧？你念一下。就鸡吧。咦，奇怪，刚刚的是啊。原来是一场噩梦，希望下次能有个美梦 ending。那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吗？恭喜完结本地图，我有把苹果丢给你。嗯，有看到了，最后一个没有找到哎。不知道是几年前的信。嗯。一颗皮球你都找得到。那个箱子的后面那个有点难呢，有点难点。你是怎么点到的啊？我是按角落，然后 shift 贴到最近。是哦，不知道的应该点不太到吧。我有看到，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就点了很久。好啦，请你吃几块牛排好不好，聊不聊我对你的感谢之意。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就会在那边卡很久，而且几乎所有成就都是你找的，欸。我负责念剧情，就是节省时间。好快哦，你找的好快哦！谢谢大家的收看，今天真是奇怪的一天呢。我们下次再见，拿牛排打你，打你。拿牛排打你，拜拜喽！丢你牛排，丢我牛排。